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我今天主持的电台 Hashtag me。 我不是不爱，是因为明白感动和精彩随时间摇摆。我是今天的 DJ 林明真，事不宜迟，赶快先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曲 Change。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活力很动力呢？其实这首歌的主歌的部分呢是结合了轻电音，再加上它副歌是有 future bass 还有很洗脑的旋律，所以听起来呢希望大家就是有满满的动力。哎呦，现在发现到有很多很多的 call in。 好，现在先接第一波。Hello 明真，我叫卤蛋。卤蛋好。我叫卤蛋，因为我今年30岁了，还没交女朋友。可以告诉我怎么摆脱单身吗？你是喜欢怎么样的男生？那你就要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哦。什么？你现在马上先去听一首歌，叫 T O U。你听完了这首歌，你就会有所领悟。好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怎么样才能追到你呢？爱运动，爱排汗，爱煮饭，爱洗碗，怎么这么多？真的很难。什么都要会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骚扰电话，按第一挂掉。哇，马上又有第二通。明真，嗨，好可怕。我女友很讨厌我喜欢明真，因为她嫉妒你有一个很结实的马甲线，还有你性感的身材还有歌喉。我可以怎么做？救救我！她真的很讨厌我爱你。有一个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你马上每天都把她抓去健身房，把她练得比我还要壮。不行，他没有你每根性感啊，怎么办？你只要把他带去健身房，每天都让他练，练得比我壮，他就不会讨厌你喜欢我了。好哦，那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吗？他叫阿花。阿花吗？阿花小姐，请你用你整天低头看电话的时间去做一下运动班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男朋友很喜欢我扮 cosplay， 用蜡笔小新教我好了，我男朋友也是可以接受蜡笔小新。有台词吗？就是好，你要认真听我说，就是我爱你，我的宝贝，你是我今晚的大餐，开吃喽！这段话吗？好。妈妈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的宝贝，你今晚就是我的大餐。像吗？开吃喽！开吃喽！好笑哦！好，那我要好好的去学喽。谢谢你，拜拜啦！好怕的观众啊！没完没了。Hello， 叶明真，我真的好喜欢你的嗓音哦。谢谢你。今天是我的猫咪的生日，它叫咪咪，你可以帮我用猫咪语跟它说生日快乐吗？很喜欢你，听说你有音乐会，可是我有一点不知道资讯，可以告诉我到底有哪几场吗？终于有正常的问题了。我的个人说唱音乐会就在华山台北华山 Lexi， 5月28号下午2点半，请大家赶快去买票，多多支持。可是我如果不住在台北怎么办啊？你不住在台北，你住哪里？我住南部。我告诉你，我连马来西亚、香港的朋友都来了，你能不来吗？好，我等一下去订机票。好的，去订机票。对对对对。我不是不爱。